他带这个生命药水，白金三螳螂60胜率。哟，看看他是到底有什么套路。应该是有点东西的。螳螂在前期打不过挖掘机啊，打不过的。到了后期还行，我刷野效率比他快多了。螳螂带药水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续航能力不够，不像我钻地有回血。这个螳螂他会不会烦我？我们有地听术啊，听一下。好，没事。他如果来的话，我是可以听得到的。打完三个 Q 钻地，只要我二级不被他反就行啊。二级我打不过他，他二级比较灵活。三级开始他就不行了，我就不虚他了。他带了三瓶药，他打完野怪之后呢，有足够的血量 gank。他现在只能抓上，所以我得给上路个信号。我们可以考虑去下啊，因为中路和上路都不太可能抓得到，下路倒是有机会。我先提前给信号，我在河道走的话呢，快上啊！哎，这还不上吗？哎，我们这个机器人有点问题啊，这个搞个屁啊！还是得杀啊，还是得杀，我伤得很高。你看这波我是交闪的啊。交闪他跑不了，我不交闪很容易被他闪现躲掉，知道吧？所以我刚才在靠近他的时候是没有交闪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纳闷啊，你为什么不直接抬他？因为很容易被躲啊。挖掘机的这个击飞是只要你靠近别人再出来就会击飞，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他可能会交闪拉开，所以我们避免这种被躲掉的情况发生啊，直接交闪台，闪台就没办法躲了，除非他跟我同时闪，那他运气好，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抬他，对吧？嗯，这螳螂抓到两个人了，我们也没办法阻拦他，先把他野区扫完吧。他应该在偷我的甲虫，他知道我在下路抓了一波，这螳螂还是比较老道的啊，很清楚。我可以考虑一下中路，但是螳螂在，我的血量不太足啊，算了。螳螂跟卡牌打 2v2 还是蛮强的，毕竟这卡牌的点控比较稳定。哎，你为什么看到了还上呢？死了，不用去了啊，他可能是没看到，他可能是没看到。这螳螂大鸟被我吃了。中路的意识不是很好，下路的意识也不是很好啊，因为这个刚才抓的时候布里茨那么长时间没有反应。没事，钻地回口血。好，打不过撤，该回家了。下路辅助闪现交了，把队友崩的有点厉害，好像有点无奈啊，才五分多钟死了这么多次，作为一个打野的话也没办法，不玩了，别啊兄弟，这一盘我可以 C 到，心态放好，我马上来。老子点了多少次，那没办法呀，我人不在呀，离得太远了。刚才是残血了，他怪我在刷，估计他是没看到我的血量，我只有一点血。现在不需要跟他争吵啊，因为争吵没有意义。
很明显他不是，他是一名比较暴躁的玩家。我还是算了，这个剑姬估计不会上，中路也炸了啊。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先安抚队友的情绪，即使是他打得不好有问题，你也没必要争吵啊，因为争吵只会输。中路也死了，好，我们可以抓一波上，因为他们的卡牌支援不了。算了，我抓不到，可能有视野。好，咱们回家吧。他这把应该是不太好帮了，咱们现在不能去帮他啊，帮他的话容易把自己也搞崩。我们先刷到六，这盘以抓下为主了，上路的血量太多了，他的优势太大了啊，而且有着卡牌的飞，只要我去了抓不到，我就是在亏时间。为什么青铜会喷王者？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每个玩家呢，他可能关注到的这个信息啊，包括打法啊，都会不一样啊，所以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你要做的呢，就是无需争吵，然后 C 起来，他就会知道，哎，自己可能打得有问题啊。这波是个好机会，咱们闪现马上好，给个信号。看到卡牌的位置就行。哎，布里茨上，再不上没机会了。一，我还真的就反手点他一个投降，这个配合嘛就不谈了啊。就我就已经到了就无限点信号，他也不上。不过没关系啊，心态放好，可能他现在有点迷糊。已经两手了啊，第一手我靠自己可以杀掉，第二手的话就没办法了。队友正在争吵，好，没关系，不用吵，有机会。现在他们这个正吵很正常，只要不挂机就行啊，等我打回来他们就不吵了。你可能会说，哎，你心态很好对吧，为什么这个玩家这么菜，他还乱骂人，为什么你不生气呢？啊，因为生气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我这样高手对不对，那不乱了套了啊，所以有高有低，这是正常现象，你必须得接受它。那怎么去补足它这种，对吧？这盘你怎么去补足它的劣势？想这个问题就行了。好，我们看看下路有没有机会，应该是没有机会。我们的布里茨有点木讷，不行啊，离塔太近了。好，我的 A， 我们的中路来了，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冲塔不太好吧？好，他们出来了，看看，给上之后给个技能，先杀一个。再杀一个，很好 ，OK， 帮他推波塔皮，有人在不怕，我在，这个螳螂不敢上的啊，我刚刚听到他的声音了，抬击飞，一二三，真实伤害接大招，躲掉塔的输出，杀出来，然后再一个 E 技能飞走啊，完美。好，这个塔皮的话不吃了，我和我的队友都没血了，
可以撤了。你看我们慢慢的就打回来了，队友的心态就会稳住啊，这就是路人。所以你要找到这个路人的上分的一个哎一些这种除了技术以外的东西，你也要知道这个技术以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队友的这个心态你怎么把它控制住啊。这个时候呢跟他们说不用吵，我现在优势很大，很快就打回来，你们打的都不错，可能状态不是很好啊。这个应该是没机会，我们还是抓不中吧。这个上路还是哎，这里有人，好走。现在的掘墓太肉了，不能再上路打啊！再上路打我们肯定亏。现在上路不敢抓啊，因为抓的话很有可能被反杀的，因为剑姬的装备太差，等级太低，而且心态不太好，他很有可能搞怪。哦，他现在有点生气，但没关系，我相信等会抓回来他会有个好的表现。他只是现在装备不太好，打得有点难受。这个峡谷他一直想投，现在下路有点这个猥琐了啊，我已经被发现了，现在要小心的是卡牌了，因为卡牌是有大招可以飞的，我们不能乱抓。这一波我可以考虑一下。好，我的惩戒马上好，我现在有三速鞋，移速非常的快，过来给个惩戒之后呢抬起来，你在浪费闪现兄弟。好，还行，不亏的，他四个头不亏的。看看下路有没有机会呢，刚才看到螳螂了，螳螂现在打不过我，我吃个药，一二二躲起来，真实伤害。哎，我刚才一没好，哎，我刚才没一，有一他死了啊。其实我知道他在草丛这里的，我故意过来给他打，他其实不太搞不太出搞不太清楚我的伤害能直接秒他的，他正好这把阴差阳错啊，我没有意，只能说他这个瞎猫撞到死耗子了啊。我意差了两秒钟，如果有的话呢是直接死，因为意完之后开大他就没法还手了，我是大完之后再意那是不行的，因为我有个动作啊。不过也好啊，因为他现在还不太好评估说我的输出这么高，他还不太懂，所以后面他可能还是会过来找我。我们把这个红吃了，现在看到了他的上路。一二三，真实伤害，闪现拉开，给个 E 飞走，交给队友，然后吃个药，看这边插个针眼。一二三，真实伤害啊，他就知道我的输出有多高了。好，不亏啊，不亏，我们中路支援还是蛮及时的。看看下路有没有机会，现在人头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啊。队友的心态也稳住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上路得小心了，刚打完峡谷他可能已经来不及跑了啊，那没办法了，他这个应该是跑不掉了。好，蓝牌给上
杀这个一二真实伤害，看看能不能抓住。好，抓住我就击飞，抓不住就撤。这波小赚一个辅助头，很好，而且是人少打人多，能不能拉到呢？拉到就可以搞，拉到就可以搞。好像我们中路要掉了，好，中路掉了，没办法，机器人拉不到，我们是上不了的啊。好，咱们上去帮一波上吧，这时候可以帮他了啊，因为确定没有支援的。哦，嗯，中路打起来了，能不能给到一个鱼雷？算了，有点，哎呀，来不及了。撤吧撤吧，来不及了，刚才在的时候没有打起来。哦，守一下中塔好像没事，嗯，现在劣势又变大了，没关系，再打回来，可是后面会越来越难啊。现在小龙没法打，没法拿，咱们可以来一个复活甲，哎，别出去，现在别出去，守在塔下，有机器人还是可以的啊。等一下机器人吧，这个上路应该不会来，他的心态有点差啊，他可能想这把不太想赢，给他带一带，等他装备带起来还能搞一搞。我们现在尽量守住，找一下这种落单的。好，那他死了，他跑不了了啊，我有惩戒的，跑不了的啊，这是跑不了的，这是不可能跑得了啊，直接秒了。看看这条龙有没有机会，我的血量有点低，不能打。好，有人踢了，有人踢了，但是哎，他是踢上路的啊，他是踢的上路，行吧，那算了，别打了别打了，他们人有点多，这个时候可能要保一下上路，因为他们可能会去抓上。现在上路通过这几轮的带应该发育的不错了啊，咱们可以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蹲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没有眼，会不会过来？没有人来，非常好，卡牌在，要小心，不一定是不知道是几个人，所以咱们不要贸然上，很危险啊，太黑了。好，我看到人了，确定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好，抓住一个，一二，好，真实伤害，赶快走，那边有人的，咱们赶快跑。哎，这一波很舒服，搞了他一个闪还把他杀了。现在视野有点差，视野很差啊，得给个信号让队友插个眼，赶快去给个眼，有没有给个眼？他们没打，但是最好放个眼。
给个视野。咱们继续守，守的话还行。开了大招，快撤！快撤到塔下啊！我们塔外塔不过，毕竟他们有个掘墓很肉，不是对手的。机器人如果在塔下拉到，咱们就能打。好吧，还致死了。我们少了一个辅助，不太好守。硬守一下，看上路怎么说。好，不行，鱼雷没法给啊！这波给的话，应该是换了。虽然有金身，但是我给不到这个辅助，就打不了。这个不能上啊！上了就哎，完了。还行，好好机会，这一波我的惩戒派上了用场。好，交给队友，行不行呢？行不行呢？我的血量太低，他的招放，哎，算了算了，我这个人头死了有点亏的，算了。感谢孙大圣的飞机，谢谢。还可以啊，视野差了一点，咱们可以来一个血手。我的针眼得买两个，视野太差了啊，咱们得补一下眼。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机会的，虽然很难打。视野放一下，大龙给个眼怎么样？感谢彼此的大飞机，谢谢。好，他们飞下了，我来了，给他个惩。好，你走，交给我。还是把他杀了，哎，没保住。给个视野，大龙那边应该是在打啊，但我们可能是来不及了，算了，撤吧。这个剑姬看一下啊，带的装备好像还不是很好啊，还需要一些时间，还得再给他一些时间。这波大龙，这波小龙我们可以偷一下，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有落单从这里过的话。一、二、三，搞不清楚情况的，哎，像这种就属于搞不清楚情况的，我得从这里走啊，不然我会被包。好，非常好，偷死一个打野，他们这个龙不一定敢拿，还敢拿吗？把我队友真当空气？好，来不及了。我虽然血很少，但我有复活甲，没关系，我有复活甲。看看队友怎么说，这波队友的插入很重，很棒，想杀我很难，我有这个东西，我可以，我有闪，但我没交，因为我要骗他闪，骗出来了，非常好啊！哎，看到没有，打回来了，哎，打回来了。好，剑姬马上三项了啊！他三项一出，再来个复活甲就有用了。现在要比刚才好多了。再多推一点塔，我们就打回来了。
现在没龙啊，可以安心的发育一会儿了。除了掘墓人，我们其他的都可以单杀。等我什么时候不能单杀的时候，那就难打了。所以我的出装一定要保证能够单杀别人。得守一下了，辅助死了。守住塔就行啊。哎，上面有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上路，因为他们中路不一定推得了。螳螂来了，应该是没了，没了。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眼啊，我估计是有，我也没什么办法。会不会没走呢？不好说的哦，走了，等他下一张牌。好，牌交了，一二，大招跟上，真实伤害，哎，好，先往后拉，他们队友过来了，可能非常好哦，搞他一个闪现，加杀人书还有金身，节奏又拖住了。我得买两个针眼，好，再去中帮忙，这样的话，哎，剑姬来绕一波，这是一个好机会，这是一个好机会，剑姬看你的，好的，来了，我有血手的，不好意思，非常的肉，哎，谁说队友是瓜皮？谁说队友是瓜皮？照样能够有用啊，发挥它的作用。死的差不多了，赶快拆个塔，很重要。哎，这个塔要拆，大龙我们得给视野，不然的话大龙要被偷。你看他们不争吵了吧？哎，这个是路人，他只要打回来，你不吵架，啊，他都不会，他都是能打出他的效果的啊。毕竟操作都是有的，虽然还在吵，但是吵的已经不厉害了啊，注意力已经放在游戏上了。哎，下路不错，单杀。能不能往这边跑呢？好，非常好，抓起来，非常好，来，大龙收掉，小龙收掉，双龙全吃，先吃大再吃小，先吃大再吃小啊，先吃大，来大的，来大的，来大的，好机会，来大龙。感觉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哎，怎么不来呢？算了，我们杀辅助吧，辅助来了。哎呀，好机会没了。那我们赶过去看看啊。杀个小龙吧，也行。这波收益不是很大啊，这波收益不是很大，收了一个小的，但也不错。等一下队友，我感觉现在局面已经稳住了，这个剑姬越来越肥了。
显然稳住了，我们就不用急。哎，慢慢打。哎，吃个红 buff。大龙可以过来偷一下，说不定呢啊，因为他们没有眼。走位，这个走位立功一，有血手，并不是很削，敢跟过来很好。看看这边怎么说，先钻地给鱼雷，大招接上，可能我要死。队友这边行不行呢？差不多。好，小赚啊，这波小赚。咱们再出一个这个。小赚。现在对面已经有点打不过了啊，来大龙这边埋伏埋伏，下波我有闪的，我有闪的话很厉害，中路包括 AD 包括辅助不敢上前，上前我能秒，这个刚才有秒表躲了一下啊，不然的话我也死不了。嗯，魔抗不需要，暂时不需要了。一个血手扛一下，一个复活甲站起来就够了。好的，先给鱼雷一。哎呀，我被那个了，一技能先上来了，我反应非常的快，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可能他们要打大龙，哎，没有打过来了。我觉得他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可以单秒他，等他把牌切了，看看这波跟剑姬的配合。好，直接就一先拉开，骗掉他们，给个鱼雷，给我牌。接大招躲掉牌之后，然后钻地击飞他，炸活他，这波炸活，这波运气非常的好啊，不是黄牌他就死了，直接秒杀他，这波很炸活，正好来了个黄牌，这波有点小炸活啊，他不管是蓝牌还是红牌他都死了，因为我击飞之后呢，绕到他的身后给他一个三次女王之怒接一个真实伤害就秒了啊，他没有东西躲了，你不要看我那么点血，他是打不过我的。掉了一个高地能接受啊，能接受，大龙继续做文章，能不能跑掉呢，支援一下，好像没跑掉啊，大龙给个视野，大龙可能要丢，大龙可能要丢，好像大龙要丢了，哎，没有 AD 在下路，那就没事，咱们把大龙看好就行啊，小龙倒无所谓。嗯，还是被偷了啊，掘墓跟那个，那我们只能搞小龙了，来剑姬这波来帮忙了，但是我们少个人，还是打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蹲一手。卡牌没有东西的这波，哎呀，他跑了。卡牌这波没有金身的，但可惜了，守一下吧。我继续在这里蹲，这里没有视野。给他们推，
小心，好机会，好机会，队友能不能跟上呢？队友能不能跟上呢？一、二、三，真实伤害，看队友怎么讲。鱼雷给上之后，还是晚了一些啊。逼了个金身也还行。如果没有这个卢锡安的话，他死了啊。这卡牌不能飞的，飞了就把他秒了。他只能飞远处，但是我们反手杀卢锡安，哎，这波绕就很聪明。哎，一、二、三，大招躲避伤害。哟，他也有这个东西啊？怎么人手一个？什么鬼？好，队友已经阵亡。我们这一波能不能守住呢？有点小难度。再搞一个头，搞不到了。